埃及棒球周报，除夕夜不打烊，邀请职棒球星亲手下厨做年菜，陪你围炉话家常。下锅年年有余，这正所谓神龙摆尾嘛。是的，对，它叫龙尾鱼啊。哇，我蒸出来的手真的不怕烫哎。哇，太棒了！现在千万别错过棒球周报的除夕特别节目哟。